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叫不要停止，不要发言了。我发现你导师说前，你跟中国那个劣根性一样的。你能不能有远大志向抱负呢？我这个人不特别不喜欢说别人的外号。在德国你还去餐馆工作过？啊，当然去过呀，去过几次啊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我在德国待了一年啊。哦，德国也是给钱的吧？给的钱不够。给钱就改个300欧，你怎么存活嘛？300欧。啊，一个月才给300，我说你怎么活嘛？刚够吃，刚够买妹。不过你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叫不要停止，不要发言了。我发现你导师说前，你跟中国那个劣根性一样的。你能不能有远大志向抱负呢？有啊。不要老是谈钱，好不好？我看你这个发了一个小时都跟钱呢，又说这哪里？你思想飞跃一点嘛，你不要老跟我谈这个话题嘛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。我谈谈政治话题不可以，你不要老谈那个钱，老是钱。好的。那我像你们，我今天我又去上班去了，我还有时间跟你们聊天嘛？这是因为我就躺平，选择躺平，我的身体我做主嘛。好的。哎，中国人真的一个反思啊！为什么别人说，你知道我有时候玩的时候，王伟恒说骂了他生气，就好像很痛苦啊的。那别人王伟恒也骂的对呀、啊。